你不是说是感冒吗？感冒怎么可能会死掉啊？改编自韩国真实事件，产品是因为你们核准才贩卖，所以那么多无辜的人才会被害死。超过百万受害者，就像是倒霉的车祸事故一样，只不过死了几个人而已。金湘庆、李先斌、允静浩，他们真正的罪行，让我们亲手全部公诸于世。空气杀人，未来电影台震撼登场。